喂，大家好啊。OK，我们这段影片呢，我们继续示范一下这个在 Linux 环境下面呢跑高选的一些状况啊，还有一些示范呢。OK，好的，OK，然后呢，这个我们上一则已经示范了怎么在这个 Linux 环境，还有在国网中心的环境下要怎么执行高选这个工作哈。OK，好，那在高选这个在 Linux 环境下呢，这个有一件事情是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我先把画面调好，好，OK，好的。然后在 Linux 环境下，其实你在 Linux 环境下这个文字界面跑这个高选这些 job 的时候呢，其实你要活用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上一则影片有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呢，这个 checkpoint 档哦，CHK 档，checkpoint 档，你要活用这个东西哈。OK，好，那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这样，你在这个 Linux 环境下面呢，你如果活用这个 checkpoint 档呢，会让你的工作会比较有效率一点呢、啊。你不用就是很多东西都依靠那个一都依靠那个 Gauss View 这个图形界面哈。OK，好的，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用示范一下怎么活用你这个 checkpoint 档哈。OK，这个呢，我们刚刚上一则影片呢是用这个 tutoring 是一个甲醇的一个这个结构优化的一个工作哈。OK，好。那结构优化工作之后呢，它结束之后呢，那个高巡呢会把这个它这个每一步的结构，还有是就是最后一步的结构呢，还有最后一步的这个电子这个密度呢，都存到这个 checkpoint 档里面哈。OK，好，那现在就比如说 OK，比如说这个我现在这个 OPT 的 job 这个结构优化 job 结束了，那我下一个 job，我想算一下这个甲醇分子的它的这个振动频率是多少啊？OK，好，那我就是要用这个结构优化完的结构哈。OK，好，那我如果有已经这个结构优化完已经有这个 checkpoint 档在这边了，我怎么活用这个 checkpoint 档让它去比较有效率的去执行下一个这个 frequency 这个工作呢？OK，这个我们就来看一下哈。OK，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OK，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刚刚这个出来的这个结存起来这个 checkpoint 档呢，我们把它 copy 成一个新的 checkpoint 档哈。我们说这边我把它命名，我是 copy 一个新。把原本的 checkpoint 档那个 copy 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等于说就是把它改成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另存新档就对了啦。OK，我不是把原本的那个 checkpoint 档改名字哦，不是哦，我现在这个动作是把原本那个 checkpoint 档复制一份，然后把它命名成另外一个名字。OK，这个动作你可以用 copy CP 这个指令呢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哈。OK，那 CP 至于是怎么指令呢？这各位就自己去看啦。OK，这我就不再多讲了。OK。好的，我如果你看一下，我只是把原本的 checkpoint 档呢，从命名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再另存一个新档哈，所以这个档案，这个后面加 FQ 呢，这个档案呢，这个基本上跟这个 tutor 01这个档案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OK，只是呢，它的名字不太一样而已啊。OK，其实就是另存新档的意思啦。OK。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要把这个 OPT 1的结构呢，然后来做这个 frequency 的计算哈，就是那个频率的这个振动频率的计算哈。那 抱歉，那一样啊，你高旋任何工作，我们都是需要一个 GJF 档哈。OK，那没关系，我们就是把原来的我们刚刚上一个 job 的 GJF 档呢，OK 也是一样呢，给它存成一个新的 名字哈。那我也把它叫做 FQ 啦，OK，然后叫做点 GJF 哦，OK，好的，好，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工作呢，我们就要去改这个 GJF 档啦，OK，因为我们上一则影片那个 GJF 档呢，是为了要做这个结构优化，但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 GJF 档呢，我是要让这个高璇去做这个 frequency 频率的计算哈，OK，所以呢，我们要去改这个新的这个 GJF 档哦，OK，所以你知道在 Linux 环境下，你会常常在编辑档案哦，没有错，里面有错，OK。好的，那这个我们首先这个设前面这个
CPU 呢跟这个 EG 这个 memory 的设计都先不变哈，没有关系啊，因为这 job 很小哈，我这工作计算量不大了，就是维持这样的设定就可以的。OK，那首先这个 checkpoint 档呢，我们先把它改掉哈，要改成我们刚刚另存新档那个 checkpoint 档哈。OK，把它改掉。OK，把它改掉。OK，就是这样。FQ 点 CHK，要确认哦，要确认是真的是这个、哦、Tutor 零一 FQ 点 CHK Tutor 零一 FQ CHK。OK，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 job 呢，我们现在这个 job 是要让它做这个频率计算哦。那所以就是说呢，所以就是说呢，其实你到最后你要对那些高频的那个基本指令。几个常用的基本指令呢？还有几个选项呢？你要熟，因为你这样你才可以直接在这个我们在 hashtag 这一列里面直接改哈。OK，比如说我现在要做 frequency 计算，我就要把这个 OVT 改掉，我要把它叫做 frequency。OK，然后存起来，然后一样的基底函数，631GD 星星631GD，那我们一样还是用 hashfuck 方法就好了，所以就是不要改了。OK。好，那这边呢，我刚刚有说过，我们要活用那个 checkpoint 档哦，我们刚刚那个 checkpoint 档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刚刚那个 check OPT 解 OPT 完的那个 checkpoint 档呢，里面有存有最后一步的结构，还有最后一步的电子与密度。OK，所以我要在做这个 frequency 计算的时候，我就叫这个高巡呢去把这个 checkpoint 档里面那个最后一步的结构拿出来做计算就好了。OK，我就不需要在下面这些重写这些就是 OPT 完的那些坐标啦。OK，不需要哈。OK，我不需要把它丢到把 log 档丢到 Gauss View 里面，然后再重新设定一个 frequency 的 job。然后再把它丢到这个 Linux 的环境上面来，我们不需要再做这样走一遭了。OK，我们如果可以活用 checkpoint 档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文字档里面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了。所以呢，这边这个 geometry 这边有一个指令呢，要改成 all check，然后呢 guess 会等于 read。OK，那你这样设定之后呢，下面这边呢都不需要了。OK，你就把它存起来，其实这样就结束了。OK。所以呢，这边呢跟各位强调，我这边用了两个东西哈，两个指令哈，这边有一个 geometry 等于 all check，然后跟 guess 等于 read 这一个哈。那这个 geometry 呢，它跟 all check 很像的指令，还有另外一个指令哈。OK，geometry 我稍微写一下，all check，然后还有一个跟 all check 很像的一个选项叫做 check 哈。OK，那这两个其实意思不太一样哈、哦。All check 是说呢，这个是最后一步的结构，就 checkpoint 档里面，CHK 档里，这档里，然后呢，最后一步的结构，OK，最后一步的结构啊，还有呢，那个还有一个那、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呢？还有这个，除了这个之外，然后呢，连这个电荷跟这个 multiplicity 的设定呢，都把它读进来哈。OK，都把它读进来，就是最后一步的结这个指令是就把那 checkpoint 里面最后一步的结构，那它里面那个电荷的设定还有 multiplicity 设定一样都用哈。OK，那这个 check 这个指令呢？前面一半是一样的，check 这个指令还是一样，是把这个 checkpoint 档里面最后一步的结构呢读出来，会是 same。OK，但是呢，它不读这个 charge 跟 multiplicity 哦。OK，就是说呢，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用这个 geometry 等于 check 这个指令的话，你在这个。OK，你在这个高巡的 input，我们刚改的高巡 input 档里面，你可能就是要再把，就是比如说这个电荷是多少，然后呢 multiplicity 是多少，还要再把它重新输入一遍哈。OK，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计算就是用我们刚刚 OPT 完的那个结构，就直接再做一样的设定，再做一次 frequency 的计算而已。OK，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并我并没有改电荷哈。OK，电荷还是一样都是零，multiplicity 一样都是一哈。所以呢，我们这边并不需要再做电荷的改变，所以我就用 all check。就是把最后步的结构呢读进来，然后呢，charge multiplicity 都没有变，也是一样都读进来。OK，所以我下面这边就不用再写什么 title、什么 title card，还有什么这个 charge 跟 multiplicity 这两行的。OK，好，那最后一个说一下，这 guess 等于 read 哈，就是把这个 checkpoint 档里面呢最后一步的结构的啊，哎呀。
用错东西啊，抱歉。OK，这 guess 等于 read 呢，就是一样啊，最后一步的结构，最后一步的结构的密度吧，简单讲就是电子密度啦，或者说最后一步结构的波函数啦。OK，讲的细一点的话是多，它是把那个你最后一步结构那个波函数呢，就把它读出来直接用，然后把它用在，然后把最后一步的结构的波函数读进来。读进来，然后呢，读进来做什么呢？然后让它，哎呀，就限这个字。读进来要做什么呢？让它去做这个SCF 的 initial guess 哈。OK，这个 SCF 呢，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量子化学计算的，就时间最长的部分就是做这个 SCF 啦，就是自洽场的计算哈。那自洽场呢，你必须给它一个 initial guess，就是一个初猜的波函数跟或者说初猜的电子的密度啦。OK，这样它的计算呢才有办法进行哦。你一定要给它一个初猜值哦。那这样呢，它后面才会一直去做这个迭代，一直做迭代，然后最后收敛，然后把你的最后的这个电子波函数给解出来哈，OK。那你如果把上一步我们上一个计算最后一步的结构跟最后一步的波函数呢，都把它读进来的话呢，因为我们上一个 OPT 的计算算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那个最它一定是最后那个电子就是波函数一定是收敛的嘛，OK。那你把这个收敛的波函数呢读进来之后呢？放到一个新的计算里面，而你的结构又是跟上，而你的结构又是，而你的结构又是，那你的结构又是跟这个啊、呃，你你我们这个结构又是从上，就是上一个 checkpoint 档最后一步结构拿出来的，OK，那你又拿出最后一步相对应的波函数，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的 SCF 计算基本上是可能就跑一步或两步就结束，甚至都不用跑，因为你是拿这个结构收敛的波函数直接拿进来用，OK，所以你基本上你 SCF 就根本就不会花多少时间了，OK，因为你如果不写这个 guess 等于 read 的这个指令的话，它就是会重新从头再弄它一个初猜值，然后 SCF 再重新算一遍哦，OK。那你如果是拿上一个计算最后步的结构，那上一个计算的最后一个波函数拿出来啊，本来最后一步的结构是对应一个波函数啊，OK，那你就把它拿这两个直接拿出来用，然后当做 initial guess 去算 SCF 的过程，那就是基本上就第一步就结束了，OK，因为那个波函数早就已经收敛了，OK，所以这样会再节省一些计算时间了，OK，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会活用一些 checkpoint 档的话呢，会帮助你节省一些计算时间，而且比较有效率一点哦。OK，好啦，那个这个这个刚刚这个过程，可能最后你这个可能你脑袋要稍微转一下而已啦。OK，好，那我们这边呢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就先OK，我们好了，那我们这个设定都差不多了之后呢，哎。OK，好，那就可以再来做计算喽。OK，那我们这边计算呢，我们还是需要用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在国网中心上面那个送高旋 job 的这个 script 啊，g16job.cmd 哈。那我们的设定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import 档案的名字改的啦。OK，所以呢，我们就进去那个 g16job.cmd 的 script 里面，就 import file 里面，我们就把它改成新的 job 的名字。贴上去，存起来，OK。然后一样，我们 Q sub G 十六 C sharp 的 CMD，OK，叫它出去了。我想这个 job 应该也是一下子就结束了，虽然 frequency 是比较久了，但是应该分子比较小。OK，你看2.5秒结束了，OK。好，那这个 frequency 算完之后呢，我们一样呢，也是有这个也是一个新的 checkpoint 档会跑出来，哎，也不是新的 checkpoint 档，这个我们之前就有，OK，好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log 档里面，这个是不是我刚刚讲的是 SCF 的过程，几乎是没有动的，几乎是都没有跑呢？我们看一下这 log 档里面有没有说这件事情呢？OK。
OK，你看我们这边这个 log 档里面，它就有说了我们 initial guess 是怎么来的。initial guess，我不要用这个用那个画笔，又比较明显。OK，这边呢、哦，你看 initial guess from the checkpoint five，看这个我们刚刚那个设定就是写的 initial guess from checkpoint five，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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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OK，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哦，好像是不是很快呢？SCF done，SCF done，OK，、okay, 完成了。你看 one cycle，基本上就跑一个 cycle 就结束了。就跟你说，你如果用最后一步的结构跟它最后一步的不完数一起拿出来，一起拿来用的话，基本上 SCF 就不用跑，基本上连跑都不用跑。OK，好的。好的，那这样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算出来，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算出，因为我们这个是频率的计算呢、啊，我们要拿来看那个振动模式啊。那这个振动模式呢，我们上之前有提过，你要拿那个 checkpoint 档里面才有这个资讯哈、哦。OK，然后这边呢也会顺便说一下一件事情啊。OK，我们再把这 WinSCP 这个要讲再 refresh 一下，它才会出现哈、哦。OK。这边要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哦，你在这个 checkpoint 档哦，如果你在 Linux 环境下面的 checkpoint 档呢，你要拿进来给 Windows 读的话，是不能直接读的哈、哦，你要做一个转档的动作。OK，所以这边也跟各位提一下。OK，这可能用这个说明会比较好一点。什么颜色哈？OK，比如说啊，你在 Windows 下面。在 Windows 下面产生的 checkpoint 档呢？check 档，应该写 CHK 就好了。抱歉，那手忙脚乱。你在 Windows 环境下呢，跑出来的这个 checkpoint 档呢，你是可以这高斯 view，这 Windows 的高斯 view 是可以直接读的。OK，可以直接读哈。可以直接读。OK。但是你如果在 Linux 环境下呢，跑出来的这个 checkpoint 档呢，你是不能给这个 Windows 去，就是 Windows 版本的 GauseView 直接读，这是不行的哈。OK，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跑出来这个 checkpoint 档啊，这个 FQ 点 CHK，你如果拉到 Windows 下面的话，然后你用 Windows GauseView 直接开的话，它会跟你说开不了。OK，什么意思？我们就现场示范一下。OK，我把这个就是刚刚拉回来。啊，那我很开心，想用高斯又去读这个 checkpoint 档看 frequency 啊。然后呢，我把它 open。这个我先这个啊这边 OK 啊 open。然后你发现它停住了。OK，那为什么会停住呢？我也不知道。然后你就冒出了一个这个东西。OK，然后呢，就跟你说。OK，这个新一版的 GauseView 呢，它会说呢，哦，它有侦测到说你这个 checkpoint 档是在可能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面跑出来的哈、哦、，OK，所以呢，它不能直接读，然后它会跟你说你需不需要转档，OK，是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吧？OK，哦，他没有问要不要转档，OK，好吧，反正就 no 了，反正就不能直接读就对了，OK。好，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做一个转档的动作，所以我把这个先低调。OK，那你在 Linux 下面说跑出来 checkpoint 要怎么给 GauseView 来读 Windows 版的 GauseView 来读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啊，你就是要必须把这个 Linux 出来的这个 checkpoint 档呢，怎么做呢？怎么做呢？你要先把它转成叫做 FCHK 档，然后呢，然后再给这个 GauseView 读。OK，那你如果在另一个环境下面呢，怎么把这个 checkpoint 档改成这个FCHK 档呢？OK，这个好像你就直接用这个那个指令啊，那个指令叫做什么呢？这个因为我自己我目前这个环境变量好像是有给 GauseView 设的环境变量，高选是环境变量哦，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另一个环境我直接打 form check。等一下我看一下我 sorry form check 是，我打 which form check。OK 好。我可以 form check，然后呢？
刚刚我们这个 我可以用可以直接打这个 phone check 这个指令，然后呢去，然后再输入我们这个刚刚的初始 frequency 跑出来的 checkpoint 档哦，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最后会跑出一个这边有一个叫做 f 点 fchk 这个档案，OK，那点 fchk 这个档案呢，你就可以抓来这个 Windows 的电脑里面的高，然后给 Windows 的高 CPU 来读啦。OK，看一下这边点 FCHK，哎，看就可以跑出来啦。OK，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是 frequency 的计算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vibrational mode。OK，这样子就都有啦。喂，这样子都有啦。OK，这样子都有啦。OK。所以就是跟你说，哥这边也顺便跟各位说，这个 checkpoint 档，如果在 Linux 环境下的 checkpoint 档呢，你如果要再拿到你自己的 Windows 电脑读的话呢，用Windows 高速 view 打开的话，你就是必须要做一个转档的动作，那把 CHK 转成 FCHK 哈。那在这个国网中心的环境下面呢，如果你环境变量设好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phone check 这一个。phone check 这个指令哦，然后呢，那个，然后直接输入这个 checkpoint 档名字，然后它就会帮你转成 FCHK 档啊。OK，那这个，如果你的没有设环境变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用这个像我这样这么方便，我直接在这个随便一个地方直接打 phone check，它就会帮你转档哦。你可能因为有这个环境变量有设好。那这环境变量这个问题呢？这个好像这个我们这影片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讲这个哈、哦，这个之后有时间再提一下好了。OK，就是你这高旋的环境变量如果有设好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那个高旋资料夹的一些小工具指令哦。OK，好吧，那这影片时间太长了，我就先暂时不提了。OK，好，那我们这影片就先暂时到这边了，那剩下的我们之后再聊啦。OK。好吧，先在这边，之后我们其他地方再聊，拜拜。